係好應該咁樣咁樣翻咗雲吞宮嘅。咁大家咧，你睇評論咧，我最後喺成都慶典咧攻打呢個大館啦，幾年開啦，都唔算好多年開。咁但係咧都去睇一睇啦，未睇二月份最支持阿田嘅線列表都可以睇睇嘅，同埋紐拉嘅直播啦，等未睇到記得去睇一睇啦。咁我哋而家嚟正題。就会嚟讲一讲咧呢个火箭队嘅庆典活动2021啊，咁活动时间就会喺2月2号嘅早上10点钟至到2月7号嘅早上8点钟，咁又有啲新嘅暗影小精灵啦，包括小山猪啊、乔一鼻啊、卡拉卡啊，同埋海豹球、捉手百合、太古羽虫嘅。好啦，讲一讲呢个增加野生机率出现嘅小精灵啦，就包括大嘴蝠啊、瓦斯蛋啊、艾多斯啊、千针鱼啊、纽拉啊、大鳄鼻啊、长鼻蝎啊、臭油扑啊，同埋钳尾蝎啦，跟住白足蜈蚣咧都会增加机率出现嘅。咁呢几只咧，咁我都。唔会话太中意咯，咁啊都 OK 啦。同埋咧，12公里蛋咧，无论活动结束后啊，定系喺活动期间咧，都会咧改一改变嘅。第一蛋可能会最中意嘅就系冇咗泡泡袋啦，终于冇泡泡袋啦。咁换成边几只咧？咁首先我哋讲晒所有啦吓，千针鱼啊，呢个嘅游基拉啊，龙虾小兵啊，阿布苏鲁啊，甜美蝎啊，同埋黑眼鳄啊，娃娃小子啊，镰刀小兵啊，单手龙咧都会喺12公里蛋出现嘅，无论系结束咗活动之后都系咁。咁啊，同埋都讲一讲呢个奖励，即系啲奖励啦吓。咁就系火箭队热气球咧会增加几率出现啦，同埋会有啲限时嘅挑战同埋田野调查俾大家去做啦。跟住咧都会有孵蛋距离系二分之一啦。跟住咧都会有呢个火箭队干部，如果打火箭队干部咧会出跌呢个嘅啲干部嘅贴纸啦。好啦，活动咧就系咁样啦，其实都几短下嘅。一星头而家讲一讲田野战啦。咁一星头目咧就有咩咩怪啊、臭泥啊、天蝎啊、纽拉啊、小马怪啊。紫云仪啊，去到三星咧就会有呢只利多王啦、里多斯啊、月亮伊贝啊、班吉拉啊、阿布苏鲁，去到五星咧就会分别系依照翻个时间啦，咁就会系雷公啦同埋水军嘅。如果详细唔知五星头目咧，雷公同埋水军嘅活动时间咧，咁就要咧睇翻频密条影片啦。跟住咧超级团体战咧就会系妙蛙花同埋呢只 mega 嘅 mega 妙蛙花同埋 mega 电龙 mega。阿布苏鲁啦，详细团体战五星同超级团体战咧都可以睇翻咧，同埋我条影片嘅。一星到三星咧，一星同埋三星咧就系活动期间嘅。